城大学站到了，请您做好下车准备。我也想要签名。签字吧，你和你哥签都一样。是我，会吃小孩的那个丰泽。听叶子言提起过你，所以你们两个谁签都一样的。既然他不在，就由你代劳吧。叶子言放心把店交给你，应该很认可你。失联了？
倒也未必。他多久没跟你联系了？山里信号差，不接电话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洋楼的地址我大概记得，我陪你去吧。嗨嗨嗨，昨天来了好多人呢，一个个光鲜亮丽的，像是电视台的呢。多大见识啊！改造洋楼就是要拆白胡儿的家，这不是惹他发怒吗？没见过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好奇心重啊，多半都是冲着温家洋楼来的，都想看一眼白胡儿。没错，是他。白胡儿说的是个狐狸精转世的男娃娃，九几年有一群施工队不信邪来改造这地方，出了事，埋了不少人，老板也疯了。再后来呀，有个小姑娘弄瞎了白胡儿的一只眼，那小姑娘就被他埋在崖墓了。洋楼最快要怎么走？我们赶时间，旁边那条路能过去吗？在婺城，这样的故事听下去，几天几夜也讲不完，而且未必全是真的。走吧，去看看你哥哥是不是真忙到了不能接电话的地步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要休息一下吗？没有给出应有回应的人是他们，你只是来做应该做的事，不用担心。墙体的缝隙比其他部分也更大一些，看来时常被推动。这里有个锁孔，这么直白，做机关的时间都懒得浪费吗？这里有个锁孔，这么直白，
做机关的时间都懒得浪费吗？纸张泛黄易碎，看来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了。看这几张就够了，其他都大同小异。记了大量的笔记，而且笔记稚嫩，是个孩子。那么这页被撕掉的章节是故意为之了。刚才粗略翻了一下，少了狐狸与华表这一篇。虚伪，怎么说？对于人类来说，天生对异种存有防备之心是很正常的。但愿如此。温先生深受当地人的爱戴，这种情感甚至暂时让人们压抑住了长久形成的文化偏见。这些不幸似乎是从他们的孩子意外坠楼后开始的。按笔记上所说，这个人见过白狐儿，还数次与他进行交流。小心，这气息不寻常，你能看到东西。没事了，这也是你从小就有的能力。有我在，你不必怕他。陈心梦，叶子言之前接了你的单子，现在店里有些事需要他做主，你能联系上他吗？黑猫社啊，你们是黑猫社的人吗？我还说呢，还想联系你们呢。我是学建筑的，刚回国。
刚好最近国外这种怪屋改造的节目有热度又有噱头，就想着趁着国内的市场空白也做一系列这类型的节目。温家洋楼是南岸区有名的传说，这些年陆续来探险的也不少，才选的这里。没想到改造才开始，怪事就一件接着一件。改造的时候不是会突然坍塌，就是已经翻新的地方又恢复原样了，实在是不正常。没错，而且制造怪事的不是个普通的东西，是当地人叫他白狐儿。我需要解决掉他才能继续做节目。叶老板不是在探险圈挺有名气的吗？我想他应该会有办法。看来白狐儿对你的影响很深。我一直很讨厌这种东西。应该是和我的摄影师在一起，叶老板说要四处走走，调查得仔细一些。我不放心，找了个人和他一起，可谁想到一声不响的就不见了。最近在做节目，手机日常静音放一边的。其实我有一种猜测，你们别觉得我胡言乱语就行。叶老板这么久没消息，可能跟白狐儿有关。不是的，你们要相信我，这个是真的。我亲眼见过，我和朋友曾经亲眼见过他。等一下，灰尘散去还有段时间。是他又来了，不要再缠着我了。又是他，不然好端端的怎么会掉下来张地图？你们一定要帮我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上面的白虎标记大概在暗示白虎儿的出没地点，看来是覆盖了这片区域。你来定，我陪你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吧，我们摄影师应该也和叶老板在一起，我干等着也说不过去。还有，我对这附近的路线也熟悉一些。
我留在这里总觉得不踏实，我怕那个东西一直缠着我，你们在旁边他应该不敢。不用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你很好。从洋楼中发现的物品看，似乎还有个孩子对白虎儿以及异常事件很感兴趣，并且经常出入洋楼。我请。不用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你很好。老板叫我来帮忙的，他不见了，一直都是分头行动的，习惯了。没有，为什么要跟我说？既然遇到了，让我加入调查，可以吗？这里曾被强行拆除过，墙体不稳，小心些。我们就这样进去，没问题吗？这个地方感觉藏不了人吧？时间也不早了，如果还要去衙门那边，得抓紧了。有人在这里长期居住过，生活痕迹很重。这已经被水浸湿了，
只能勉强看看。你们看，里面有一本日记和用工合同。先看看合同吧。嗯，是建筑临时用工合同，时间是1998年，甲方是启明建筑有限公司，签名是陈启明，乙方是苏国强。你觉得会是白虎儿在报复吗？看来是密码锁。他们父女感情很好，日记本应该也是父亲给他做的。直觉。看得出来，日记的主人很乐观，面对偏见时也依旧坦然。可以说他完全不在意流言怎么传，唯一让他无法介怀的是父亲的离世，并且他认为和陈新的父亲有很大关系。陈启明成为众矢之的，也在意料之中。陈心，你见过这些东西吗？我为什么问我这些？这里面提到的人就是你吧？不用担心，现在没有东西能伤害你，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。对，是我。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。是，既然你们都猜到了，我就不瞒着什么了。我这次回国做节目，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我父亲。没错，我父亲和一般的老板不一样，他本身就是建筑系的高材生，后来自己创业，也做成了一番事业，开了家建筑公司。当时好多人怕这个地方，因为温家洋楼的传闻，也就是我父亲愿意接手改建，最后还是那种下场。不是，我父亲和施工队都是被白虎儿害了，他是个很谨慎的人，不可能随便做决定的。你们信我，我父亲绝对不会不顾别人的安危乱下决定的。我一直把父亲当作榜样，这次回来我也是想完成他没做完的事。
因为我，一定是因为我，我打伤了他的眼睛，他才会记恨我父亲。还有，我父亲和施工队要拆了他的家，他要他们偿命。现在还无法下结论，不过陈鑫和这个地方的关联比我想象的要大。黑猫社交给你是个正确的选择。发生的怪事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我们可以从和陈鑫有关联的人身上下手。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苏琪也是与陈鑫有牵绊的人之一，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深。比起白胡儿，苏琪才更值得留意。不用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你很好。
不会的，崖墓是白虎儿的出没地之一，他肯定会去的。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对崖墓这么执着？好像从一开始就希望我们去崖墓调查。因为白狐儿确实被很多人证实会在崖墓出现啊。而且我为什么要骗你们呢？不说实话，没人能帮你。好吧，是我一开始告诉叶老板白狐儿就在崖墓的，他丢下我们自己一个人就过去了，然后就失联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怕你们知道真相后会跟我要说法，这样华表墓的事就没办法继续了。而且叶老板他那么厉害，不会有事的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太自私了。崖墓那里到底有什么？为什么刻意引导我们过去？有什么你在意的东西，对吗？芦苇花的寓意也很有趣，代表自尊且自卑的爱。看上去矛盾，但想想也倒是合理。对于这样的事物，你是怎样看待的？就像绝境中生长的植物，总能吸引看倦世间美景的人去探寻，确实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
这么说，你哥也坐了这艘船？没事，一起去吧。苏琪，你们怎么？好，苏琪他是个怪人，他是施工队工人的孩子。那个时候在放暑假，他父亲就带他一起来了。我们经常一起探险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他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，总说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特别是那个白狐儿，他居然说是他的朋友。别的小孩就传他是怪胎，都躲着他，家长也不让自己孩子跟他玩，他就只有我了。但我们的感情特别好，我虽然不喜欢有特殊体质的人，但我对苏琪是真心的。真的对他嘴里的朋友没什么好感，一个是这种事情谁能确定真的存在呢？还有就是我妈去世的时候也有人说她的状态奇怪，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一样，传闻越传越夸张，搞得我和我父亲只能搬家。好笑的是最后我父亲还是因为这种异常事件没的，我们又继续被说闲话，就好像宿命一样。这种事情信了自然是宿命，不信就当听了个笑话，宿命都是作茧自缚的说辞。那是你们没经历过，你们体会过父母一个个离去，自己连该怪谁都不知道的感受吗？所以你在怪白狐儿？我之前当地人说这个地方有问题，跟这里扯上关系的人都会倒霉，我父亲不信，而且他也是好心，这地方一直没人敢来开发，附近的居民也过得不好，他想着要是自己成功了，大家也都能舒服一些。但白狐儿恨他拆掉了自己的家，就制造事故缠着他，终于让他疯了，选择了结束生命。可笑的是包括我的朋友苏琪在内，都觉得工程事故是我父亲决策失误，而不是白狐儿的错。苏琪是能看到他的，怎么能怪我父亲呢？出事后你们联系过吗？没有试图解释过？没再联系过了。苏琪他因为我父亲的事情迁怒我，不愿意跟我玩了。你们别太着急，先确认下有没有危险再上去吧。崖木公园，在山崖上凿山为墓，放置棺椁，是某一时期贵族流行的墓葬方式。通常一座山上会有几十座这样的墓地。怎么回事？
哥姐姐，声音好像来自第二层，左属第三个崖墓。哎，这个地方。先忍耐一下，到了就放开你。好，那就抱紧了。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的，看一下照明。看苏琪所刻的自己，他已经原谅了陈心，并且内心期待和好。心字只刻了一半。那天也是这样，那天也是，你被埋在了墓穴里，这不怪我，不怪我，都是他，都是白狐儿眼睁睁看着你被活埋的。你不是说白狐儿是你的朋友吗？还说我对他有偏见，可他如果真把你当朋友了，出事那天为什么不去救你？说不定崖墓的坍塌也是他造成的，我们的父亲拆掉了他的家，他肯定也很恨我们。你该去报复他，跟我没关系，你别找我，放过我吧，苏琪。苏琪，你忘了吗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。
怎么觉得像一种情绪啊？搞不懂。雾城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了，这也是你哥哥在调查的事件。他是不是因为怨恨我才不愿意离开？我对你们说谎了。你们不是问我们后来有没有联系过吗？我们后来和好了，在父亲去世后约定好要守护彼此，但是在去崖墓探险的那天发生了意外，崖墓坍塌了，苏琪琪琪没有跑出来。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求白胡儿救救他，我说你不是他的朋友吗？为什么不救救他？是华表木。张华的门客给他出主意，说楚昭王墓前的华表木可以使千年的老物显形，看来是信了什么不该信的话。其实我是托懂这方面的朋友从一个收藏家那里打听到的，只有华表木能让白胡儿显形，然后除掉他。他说对面的崖墓公园，运气好的话会有这样的华表木。我不敢自己去，就只能借做节目的借口，顺便找叶老板帮我去找了。越是危急的情形下，越能把握住机不可查的细节。叶子言虽然十言九虚，但对你的评价却没有半点虚假。这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对，我记得叶老板一开始就是冲崖墓来的，他走得很快，我叫他也不理我，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着什么，跟中邪了似的。后来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就没意识了，醒了就看到你们了。不用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你很好。
黑猫社交给你是个正确的选择。但对于陈心来说，白狐儿这个异类却成为了他宣泄内心恐惧的对象。仿佛只要把一切归咎于这个众人口中的怪物，他曾经的创伤就能愈合了。不过白狐儿比那只狐狸聪明多了，至少他懂得隐藏了，不会再贸然出现在人类的面前。过了几千年后，异类也懂得如何在人类社会存活下去了。我父亲去世后，我一直走不出来，追随他去读了一样的专业，回国做他没做成的事。可那些事情就像长在灵魂里了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七夕出事那晚，求救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想，既然都说我们容易招惹那些东西，那或许白狐儿真的能救他呢。结果，我不知道去哪儿才能摆脱这些像被诅咒了的事情。琪琪，他曾经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你才刚接触这些事情，不用逼迫自己立刻接受一切，慢慢来就好。附近都看过了，没有你哥的足迹。以后不用这么客气。还有句冒昧的话，你好像不太担心你哥。这次的事有些蹊跷，确实要多留意，不过也无需太过担忧。你应该了解他的行事作风。叶子言虽然看起来不着调，但是他多数时候有自己的打算。你实在放心不下，我可以帮你一起找他。你哥说的没错，有一天他不在了，你也可以把店铺打理得很好。秘密。
来了？站门口做什么？进来坐。可叶子言给我的就是这个地址，告诉我他妹妹可以替他还债。姓陆，陆林深。不用这么生疏，我跟你哥也算是老朋友了。也难怪，口说无凭，不如先确认下合同。最近好像是有朋友问过我，不过随口一说。怎么，真有人去实践了？好了，一旦有你哥的下落，记得通知我。如果要找人的话，我也可以帮忙，免费的。哦对，急着说正事，忘了提醒你了。记得换锁，那门一直就是开的。如此坚定，芦苇花的寓意也很有趣。对于这样的事物，你是这样想的吗？也确实有些道理。矛盾的事物能存在于世，本身就是力排万难了。周围大多麻烦不断，在远处欣赏也好。如此坚定。
大师救我！真的，我最近每次坐地铁，总有个女的跟着我。有时候猛一抬头，就看见玻璃上有个人影。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天天来真的扛不住啊。是我，陆林深。嗯哼，我知道，你现在人在江北路，信号好得很。你回头。来坐地铁啊。既然这么巧遇到了，那就一起吧。
不用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你很好。Thank you.